是哪九队呢？我们请包小聪老师为我们大家宣布一下。紧张了。这九组呢，将会代表台湾跟这个内地的三组进行最后的总决赛。是。好，得到这个晋级的名单是第一组，过去有累积五次以上晋级的都有机会啊。没错。第一队是 Corsair。Corsair， 我恭喜 Corsair。虽然不在现场，不过这是一个好消息啊。是的。再来就是 Style。Style， 恭喜！刚刚已经晋级了，我们第七次了。好，接下来是 The Queen。好，也不在我们现场，恭喜 The Queen。接下来是 Venus。Venus， 三位美女哦，他们也是晋级五次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？那这一组呢？要很用力、很仔细、很拼命的掌握时间，好好去练习，因为他的运气虽然都不是这么好，但是啊，应该说运气不错，啊，运气不错。好，就是 Star， 恭喜 Star， 来挥个手，挥个手。可以参加冠军赛了。对，你们是真的抽签很会抽哎，老是要抽到软柿子，怎么样？一路吃饱到现在，加油！加油，你们进步超快的。好。接下来这一组呢，有如台湾马戏团啊，这表演精彩的综艺团，史东罗克斯啊，挥个手，来，史东罗克斯，史东罗克斯，也是歌声部分的加强。好，接下来有三组呢，在经过制作单位以及我们评审共同讨论之后，觉得你们还是有未来性跟发展性。所以特别把这个机会把它再捞回来，或者啊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晋级。第一个是 T 探 ，T 探恭喜。好，第二组是啊，不在现场是 Duke， 那一组可能会是黑马啊，很强。对，但因为他们插在一个边缘啊，因为我们讲是五次嘛，可是他有四次，觉得他有未来发展性。是的。好，再来就是再加油了啊 ！Fusion， 恭喜！是。所以这九组呢，会共同来代表台湾的部分，跟内地的三组强而有力的选手是共同来进行决赛的。那么紧锣密鼓的一个训练，然后大家非常有纪律的一个表演，然后到最后能够在这舞台上发光发热。台湾区九强队伍出炉，分别是一开赛就卫冕六次的 The Queen。还有卫冕最多次、人气最高的 Coser， 四位都拥有模特儿好身材的 Venus， 再来就是从小练舞蹈长大的 Style， 还有就是越来越 man 也更有男子气概的 Star， 再来就是 B-boy 男孩、创意无限的史东罗克斯，另外还有三团队评审推荐入选。就是模仿韩国舞蹈超强的 T-Time， 另外就是服装风格还是舞蹈编排都是一流的 Fusion， 最后一队就是能唱又能跳的 Duke， 一共九队入选亚洲天团争霸战台湾区九强资格。来，大家一起到我们台上来好了，欢迎所有的参赛团，所有的参赛者，今天他们都算是我们的优胜者，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他们未来的路程呢还会更辛苦，但是呢努力也就是为了成功，成功就能够赢得欢呼。大家也都看到他们的成长了，每一次呢都表演得更精彩给我们看。好，那么也要再次谢谢我们四位评审老师啊，今天我们充满欢乐的一个小 ending， 在这里跟大家先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没错，之后我们要前进内地喽。是，下周同声继续回到我们亚洲天团争霸。